为什么男人18岁就可以当兵，而结婚必须要22岁呢？因为女人比战场上的敌人更难对付。怎样夸女生比较好呢？如果她漂亮，你就直接夸她漂亮；如果她不漂亮，你就夸她有气质；如果她不漂亮又没气质，你就夸她性感；如果她不漂亮又没气质又不性感，你就夸她可爱；如果她不漂亮又没气质又不性感又不可爱，你就夸她善良；如果她不漂亮又没气质又不性感又不可爱还不善良呢，你就夸她聪明。要是这些都没有呢？那你问他活着干什么呢？哎呦！如果你不开心了，到什么地方上班你会开心起来呢？到加油站上班，人人都喊你加油，还给你钱。哎呦！请问老师说过的哪些话让家长深信不疑？这孩子是真聪明，就是没把心思放学习上。哎呦！请问你在家的地位怎么样？不是我吹，这么的跟你说吧，不是我做饭，没人敢做饭；我不洗碗，没人敢洗碗；我不拖地，没人敢拖地。除了钱我管不到，其他的都归我管。哎呦！能用四句话形容一下当下好多人都不愿意结婚的原因吗？一点飞上天，黄河两边弯，八字大张口，立志往里走。什么意思啊？穷。哎呦我的妈！请问中国哪个城市的人最低调？三亚人，明明开着法拉利，却在车上挂着穷逼。哎呦我的妈！是不是所有男人都想要二胎？不是，早在2016年就开放了二胎政策，很多男人表示不感兴趣，压力大，不想拼。那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？什么时候开放二房政策？砸锅卖铁。血拼到底。你能说下现在的人握手都有什么新的感受吗？握着领导的手大好前程走一走，握着同事的手好像回到18、9，握着下级的手心情不好吼一吼，握着同学的手只恨当初没下手，握着初恋的手酸甜苦辣样样有，握着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。哎呦我的妈！一天中哪个时间段大家的生活最丰富多彩呢？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最丰富多彩，有喝的有碰的，白的皮的玩命的，有喊的有唱的，抓住麦克风不放的，有糊的有杠的，每圈都有进账的，有按脚的有揉背的，按摩按到自然睡的，有想念的有爱慕的，电话两头倾诉的，有没来的眼去的，惹得老公生气的，有拍视频写文案的，手机全都干没电的，有不关注不点赞的，就捧着手机白看的。哎呦！